可能放几本杂志在上面，其实它就是一个故事，一个画面了，它本身就会说话。真的。那永杰呢？这次呢，来到了欧洲旅游，据说呢，也是有艳遇的，对吗？要不要跟我聊一下呢？其实艳遇的部分真的还好，可是我发现这个真的不是我在说嘴，就是我完全不能够落单。你也知道，看到这个南欧的男人是多么的热情，热情，对，所以只要我落单，我这次去希腊，所以只要我落单的话呢，就一定有人过来问我的名字啊，打招呼啊，很想要知道说我是从哪里来的，这么美的女生，这是一定要的，掌声鼓励一下，太漂亮了，这是一定要的，老公跟小孩都非常的笑声有一点那噗呲的感觉，然后。但是因为你知道本身幼生比较多，所以拖油瓶比较多，加上我儿子又是那种疯狂爱吃醋的小孩，所以基本上没有什么，没有，全部桃花都被他斩掉了。所以小孩呢立刻就出来帮你斩断桃。欧洲的感觉是非常的放松，非常的开心，然后跟家人的相处很紧密在一起，所以这是暑假很重要的一个行程。没错，我们知道旅游哦是平常呢我们在人生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充电之旅。那么呢，家里呢有一张非常好的躺椅，就是一个呢平常我们一天当中能够最舒服、最放松，而且能够在充电，隔天再出发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关键。今天非常谢谢永杰来到我们的现场。谢谢。